是吴继兴哦，我们现在是4:13哈、哦，9月4号，2011年哦，我们现在是在台北市哦，北投区哦，光明路上面哈、哦，新美食品店附近哈、哦，我们是举行第17次啊、反贫穷大游行哦，我们就要反对删减教育预算，也反对删减哈、哦、社会福利预算啊、哦，这边我们就是光明路上面哈、哦，还有旁边的是温泉路上面哈。哦我们可以看温泉路上面有8间大旅社哈，而且就反贫穷哈，还有反对这个过度操劳哈，还有反对删减教育社会福利预算支出哈，稍微有很多人有时间哈，有休闲时间有钱哈，能够来北投这边进行健康的旅游活动哈。我是吴继兴哈，从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上面哈。发出的报道，这边还有太原益哈，啊红茶世家哈，这个都很好的饮料哈，还有，就是北投的第一银行哈，还有这个良信商业银行哈，就在这边。